好，那么其实啦，台湾啊，底层艰辛苦的人，老实讲太济哈。今天呢，发生一件事情，老实讲，那是我匪夷所思。你招新闻遐久，毋捌听过讲地下钱庄的利息是600分，好，600分。有一对翁仔某啊，因为做包商啊，临时登袂过来，啊去甲地下钱庄借钱，但是因啊，从此开始过着这个啊亡命天涯的这个日子，秘里掐地，秘一礼拜。五口之家，好，因为地下钱庄太恐怖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被害人想到躲避追债，实在有够苦。一家五口窝在车上，在外头流浪一个礼拜，连澡都没有办法洗。一家人不敢回家，因为讨债集团不断恐吓威胁，甚至故意撞车子。我这里还有位哦，该懂没有？你家就是赶快刚车的东西。嗯，来家里恐吓。啊，不还钱的话，就是连娘家也不放过。走投无路，夫妻俩报警求援。因为承包工程急需用钱，他们铤而走险向地下钱庄借款，月息高达600分，借款8次，总共160万，勒紧裤带拼命缴，但利息高得吓人。最后一次借15万元，短短5天利滚利飙升到30万，压得被害人喘不过气。那利息钱，我们大概算。已经支付不到一个月，支付了67万多哦，利息加得很厉害，1:1这样子，一个很恐怖的场面。夫妻俩向高利贷借钱，600分的天价利息逼得一家五口餐风露宿，到处躲，最后受不了，求助警方解套，终于能恢复正常生活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公关啊，开车啦。那边啊，你红灯的时阵啊，真侪人拢在咧奔啥地下钱庄啊，诶，迄个啥，迄个广告嘛，吼、啊，这边是讲啊停车，迄边是啥融资，汽车融资，吼、哦，我拢咧想讲到底有偌侪人，因为一定有生意会生活哩，一旦有可能伊也咧经营嘛，是偌侪人啊，逼甲到尾也是走投无路，是跳海自杀啦，是安怎，咱唔知影，吼、哦，但是啊，我是感觉讲迄地下钱庄业者卖啊凶死啊。好，卖啊！详细，规矩你去台中啊，开交警啊，哈。嗯。这是今日的新闻啊，讲台中啊，台中哈、哦，这个啥？这是侦查队队长，去查一个交警，好、哦，讲啊，不要讲啊，派寡一人去，你知啊？派八个人。八个警察。八个人去查我，无跋筊，好、哦，来等，结果。这个业者讲有啊，阮都有播，咱无播。吼，安尼啊，吼。结果这是二长，二长尾啊，甲讲来恁两个吼，无啦，二长啊，去叫这个队长讲来泡茶。结果去的时阵啊，讲业者啊，伫遐啦，哦，迄个跋筊啊，遐伫遐。交警头家啦。交警头家啊，伫遐。吼，讲有人安尼啦，讲警察讲你都无播，迄个讲无啦，我都有播。归去吼，你去台中。开交警嘛，警察就讲你都无搬嘛。这个队长是清水分局新的一个队长，即摆已经调转去刑警大队7队8队的队长啊。即摆就是这个马英九去台中休困，这个案件发生咧六月啊。马英九无来叫人啊，嘛拢翕相，拢有翕着相啊。有翕着相。啊，伊去到休困，绝对有翕着相啊。他讲伊伫咧讲地下。这嘛是马武的什么竞选？山海豚区竞选总部的主委啊，红牌，这个是红牌啊，这个议长啊，你啊看讲台中市会变个安尼吼，贫富差距有两个现象出出来，一个就是地下钱庄生意特别好，因为大家无钱，大家少嘛。第二个是好业人的保全公司特别好，因为大家需要保护啊。即马上兴的两项生意是这两项尔尔，如果你所看到脱袂离开这两项啦。除非讲咧台中是甲人无共个咧，伊个交警生意会较好呢。你迄间也无贫富差距呢，有钱无钱拢入去搬呢，足奇怪。陈委员，无恁高雄甲台南嘛小共乌咧，对无？做赌场集散地，啊嘛对人较好咧，有搬当作无搬。这廉政署成立哦，就来查啦。就来查，这内底一定有啥物勾结嘛？第二啦吼，
我嘛看无呢，这到底是查啦咧管警察啦，警察咧管查啦。无啦，咱查啦嘛无要管警察，是讲伊承认讲阮做有播，但警察讲我做你就看你都无播。所以你有知影讲吴志强做市长连任了，就是台中市长即摆就是像安尼嘛。你马上叫来连任了，你看我咧讲什么健保啦，啥永春开的支票，你搁你遮咧甲讲白贼咯。到白火车有讲嘛无效，伊就免搁选啊嘛。所以咱在即届选举对咱台湾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咱看到讲六三三，你搁代理搁高雄市长哦，是啊，你敢要听迄位即个？这你也着一定随随，这警察你也讲人叫去啊，看到这个状况一定要随走嘛。啊，这来嘛要随甲拒绝，啊嘛要随甲顶管甲。你知影这处理哦，伊率队去撩侦查队，但是伊迄个啥队长是写小队长去抓哦。对。伊家己无写名，唔敢写啦，唔敢写啦。所以我的感觉是讲，这届选举是足重要。咱刚才讲什么六三三跳票啦，三四五跳票啦。五四三跳票啦，我即届卖叫人讲真正有效吼，证明讲第一选举骗票哈。第二吼，你后壁也免讲啥，反正也无要连任啊，伊就做照伊安尼做，要安怎输在伊边，输在伊做啊嘛。你知影哦？检察官有监听嘞？有啦，监听听到啥？你知道？讲来提钱，来提钱，都几十万嘞。我讲，大家讲，这个廉政署要好好。大家去苏克兰吼，汪启南命案的时候，是不是如出一辙啦？吼。警察去兄弟的场内底在泡茶啦，吼，大家去思考啦。这个大号谁会让人看者？对啊，干嘛要看？这件代志我要甲大家讲。警察若带队要去抓交警，他身上一定要带一张东西，叫做搜索。伊无照，伊无用，伊无照啦。没有搜索票，那表示他要绝对的把握是现行犯。啊，若无，伊唔敢出动。警察无咧读个派后背弄进去，必然有很确切的情报说等咧播，伊来加工，没有搜索票有去冲。因为这个时阵现行犯不必搜索票，马上可以逮捕。啊，若无绝对有搜索票，所以我拜大家讲，问题出在倒，安尼听有啊啦吼。是，听无听无，搁听无，就是啊，因有确切的证据讲，因咧播去啊，看到咧播，但是二长讲来来来，哦，三更半夜甲你队长叫来，哎，啊，警交警啊嘛叫来，熟悉一下，是，会使讲哎。警察跟迄落啊，住遐咧黑白两道住遐熟悉者，三更半夜泡茶熟悉，可能吗？伊毋是一个人去哦，伊几人去？对啊，八个啊嘛。你想，若八个会出动，我讲哦，我办起做案件，一般有当抓交警哦，我有当警察就四五个去做做啊啦。所以我咧甲你讲哦，伊是几道啦？我是想讲，爱甲八个警察去抓，无是几道啦？即拢有搜证的哦，八个其中有会做搜证。所以讲，我讲这样代志吼。可以证明一件事，莫怪马英九去到台中啊，必须要去警察局内底休困，讲安尼较会安全啦。啊，再叫警官登来翕相，这拢有连带关系啦。我刚才想要请教马英九哦，像张清堂啦，啊，这个队长吼，这种行为唔在社会观感好。应该马英九应该是认为袂歹啦，所以拢无出来讲话嘛，没有。佮做伊的政权那个嘛。对啊，所以伊可能认为安尼社会观感真好啦，啊，若真好，无要紧就继续做嘛。上好是马英九大概去台中哦，这个主委一定要开。